在台南柳营的老客祥美术馆，每一礼拜三到礼拜开放免费参观。老客祥出身台南柳营的世家，1954年搬到高雄，所以伫高雄大树的古山仓库壁的上，还有老客祥的画像。门口入来正手边，这栋是老客祥作画的所在，即马改建做咖啡店。中这栋是老客祥出世成长的所在。柳营老家是南营第一世家，嘛会使讲是府城第一世家。这栋遗楼建立伫1918年，内面有老客祥一生的经历介绍。去伫到二楼，这个楼梯口真特别。对二楼向前看落去，真大片的草坪整理甲真清气，伫树仔脚歇困、开讲、啉咖啡，微微啊风吹来，心情轻松，人爽快。伫这栋二楼洋房的后壁，还佫有其他老家宗族的厝，有的已经拆掉啊，有的继续住伫原来建筑物内面。有的改建做现代的别庄，各房命运发展拢无共款。